喜欢卖车吗？这三朵花卖起车来真的是吓吓叫哦！因为现在车商寄出了真没牌，这所谓的三朵花除了有亮丽的外形之外，更是贴心而且细心，而果然也成为了销售的保证。欢迎光临。一进门就有一堆正妹来迎接，不要以为这里是卡拉 OK， 这里其实是汽车生活馆。大热天看车去，不只有冷气吹，整个汽车营业厅清一色都是正妹销售员，其中最抢眼的就是这三朵花，整齐的套装衬托出专业又亮丽的外形，就算要拼才艺也没问题。水汪汪的大眼睛，25岁的气质美女怡君，还有笑起来超甜美的明珠，跟人气正妹紫云，虽然才刚当销售员不久，但看看三朵花一个月的业绩，7部、8部、9部，几乎占整间店销售的一半。我们来的整个家庭啊，或者是爸爸之类的，他们也会觉得说，我们这边的服务有办法，就是比较细心、比较细腻。Pebble 用说的不准，仔细看看，用手遮住怕事成的客户撞到头，还有主动调整座椅的宽度，说明功能的时候，笑容也一定没有少。很舒服啊，就感觉上是觉得不太像一个营业场所啦。很多细节他还蛮注意的啦。比起一般男性销售员更细心贴心的积极态度，让看车的民众感受很不同。也难怪车商推出正妹牌，颠覆车市，也缴出了好成绩。东森新闻张默祥报道。